我的哥哥和阿子在一起，支持的打支持。我今天我这个做小姑子的，我不让你们白打。我既然让你们打了，我就是要给你们礼物了。真的，家人们，相信我，支持，支持，支持。啥也不说了，来，兄弟们，兄弟们，家人们，你们说了这两个字，我真的太开心，我太欣慰了。我怎么这么爱你们啊？我怎么这么爱你们呢？你们太给力了，来支持。口红拿过来，好的，要口红是吧？拿过来，家人们，口红。我嘴巴上这支颜色，我就问你们好不好看？好看，好不好看？好看，对不对？来，如果说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这一支口红，薄涂厚涂都可以。我嘴巴上这支颜色，啊，只掉肤色不掉底色。绝绝子，任何场合任何地点涂上它，整个人就是非常的雍容华贵，有气质，有气色，好看。对，你们看，我今天出去谈了那么大的一个项目，我今天特别重要的一个客户，我都涂的它，就是你一出场，哇塞，霸气。来，啥也不说了，想不想要，家们，你们都要是不是？你都想要那么好看的口红，来，直接邮费我出了。哇，我都说过，那天才给家们那么多，我都说过了，只要家们支持我哥跟你在一起，我这做小姑子的就是全力以赴的奔赴你们，我奔赴他，我就是奔赴你们。来，助理，再做链接，你给我做一个临时链接。好的。然后呢，价格就不用说了，家们，因为我这边不做低于三位数的东西，我也从来。你给我上车呀。好的。我讲了半天了，你连车都没上啊！你让家人们还觉得我有多小气呢？不想。上好，艾子。支持是不是，家人们？来打一，统计打一的人，助理。哎，统计打一的人，家人们，统计一下。哇，好多人都想要，因为这口红确实很好看，家人们，谁不喜欢这口红？人人都喜欢这口红，你看涂在他嘴巴上，都有那个气色。这么多人是打扣一，好了吗？马上。嗯，这么多人打一，家们，嗯，是这样子。可能很多人说，艾总，你每一次一来，你都给我们这么大方大气。其实家们，说句实话，我也不是个笨蛋，我也不是个傻子，我的钱我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但是呢，我觉得我见你们，我得拿出我的诚意，人心换人心，四两拨千斤，你真我更真。嗯，我觉得呢，我们现在隔着屏幕，就是我说嘴巴上说的那么多好听的话没有用，隔着屏幕你们感受不到我这个人本人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一个性格和心境。其实阿紫坐在我旁边，阿紫经常说的一句话，最多的一句话是说，他说，艾米，你本人比手机里面好看，嗯，对，万倍，对，你本人比视频里面好看万倍，你的本人真的很好看。对对。但是家人们，他只是说通过我，他了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说我好看，那只是因为我俩在一起嘛。但是我觉得我跟你们隔着屏幕，嗯，你们只能看到我的五官，嗯，对不对？对，你们没有办法近距离像他一样坐在我旁边感受我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性格，怎么样的一个人。但是今天我就觉得吧，五湖四海都是他的家人，都是就是我的家人，因为我的嫂子嘛，对不对？小姑子嘛，咱们是一家人。今天呢，做妹妹的只能通过礼物来表达我到底对你们到底是怎么样喜欢你们，怎么样爱你们的，家们，我真的很喜欢你们，很爱你们。助理好了没有？马上了。然后呢，我这一支口红就是我给你们的见面礼。我这蚊子怎么老咬我？喜欢妹妹，这么多人喜欢我。漂亮，真的漂亮。还没有关注我的，关注一下家人们，关注关注，点个关注，家人们。好了，好了，下面好了是吧？是的。来，把车给我挂上。挂好了。因为家人们是这样子，我这个口红因为平时真的很贵，我没有在直播间就是说价格标了那些给没上过嘛，所以他要链接要审核一下。好了是吧？能上了吗？能上了。来，给我把车挂上。挂好了。挂上之后呢，这样子邮费我不要了。价位都不用说了，因为这个口红我家人们我不做低于三位数的东西。更不可能在嘴巴上涂便宜的东西，那就直接这样吧，来，直接输一个平台扣件，八块钱，八块钱我都不要，
来七块都不要，来六块都不要了，来直接改价五块九，直播间现在还有五千人，来一千单上车。少了一件。哇，这样吗？那么好看的口红拼手速呀，一人去抢一单，一人去抢一单，非常非常的好看，颜色。已经上车了，已经上车了，这样吗？下发小玩具已经下车了，上车了。已经上车了，家人们、啊、太好看了，这个口红真的，你们都去抢一单。哇塞，抢的好快啊，家人们，拼手速呀！一千单快被抢完了，还有一百单了，最后一百单。这口红很好用，对。火花颜色真好看，对，嗯，已经上车了，家们去拍吧啊，去拍吧。这火花颜色很好看，是的，很好看，非常的好看。艾总大气，一个邮费一个运费价格都不够，家们说句实话，咱就说句实话，五块九，五块九能干嘛？五块九现在出去只能买两瓶矿泉水，可能两瓶矿泉水你都买不到，对吧？嗯，你给我说邮费，邮费肯定你寄个空气邮费要不要八块钱？你寄个空气邮费都得七八块钱，何况一支口红五块九，连这支口红的包材费都不够，何况那个什么邮费呢？邮费你下来，口红包材费乱七八糟下来不得十来块钱吗？你再说了，口红不值钱啊，对不对？就是给你们的见面礼啊、嗯，去抢就行了，我不说了啊。对的，家人们。哎，总上点洗发水吧，要洗发水吗？对，要洗发水。要洗发水啊！哇，你们家那款洗发水真的是好哎。嗯。要洗发水是吧？好像家人们都说那款，有的都收到了那款洗发水，他们说很好。嗯，这样吧，家人们，你们都要洗发水。我今天不拿的话，是不是显得我有点小气啊，家人们？显得我有点没格局啊，家人们。因为我一直说叫你们姐姐阿姨们，叫你们姐姐阿姨们。那我如果不拿，是不是显得我很小气没格局啊？那这样吧，助理，对的，直接把我的那个我用的那个第十二代升级款拿过来吧。你看，高端的呀，就是我头发这么好，你们想不想摸一下，家人们？我头发真的很好啊，我走到哪里，不管是男的女的都很喜欢我的头发。然后我今天你们都在要，你看都买瓶的都在要洗发水，嗯。然后呢，我给你们来点吧，请你们用吧，好不好？请你们用吧。嗯，助理拿过来。好的。家人们，这一款洗发水是什么？这一款洗发水叫做金钻黑松露。是我们家的第十二代的一个升级款，也是我专门就是出口84个国家，放在香港沙龙那边的。我问你们啊，其实这个洗发水今天呢，我不可能就是说给你们4000多人，我给你们上4000多单，因为上4000多单的话，我说实话，我真的亏不起家们。也就这样吧，嗯，哎呀，这样也不好，老是让你。我都不好意思了，而且呢，而且是什么？而且也没有那么多的货，家人们。一方面是亏不起，一方面是没那么多的货，所以今天虽然4000多人都在要，家人们，我只能上个20单、50单，这样吧，100单，100单，100单，我直接拿出来100单，我请你们，我给你们用，好不好？我请你们给你们用。哇，来大气，家人们。这样子，既然是请和给，那我就不多嘛，就只有100单。咱们有需要的人去抢一下，没有需要的人咱们不抢了，好不好、嗯？各位姐姐阿姨们，因为你们看我这性格也就这么直爽啊、嗯。来，什么样的人需要呢？就是你的头发特别的这种的。现在，比如说你用那个啥什么轩呐、啊，飘什么柔啊，海什么丝啊，轻、嗯、什么羊，你用了5年、6年、7年、8年、嗯，你的头发依然头皮就是这种的，家人们，特别爱出汗、爱出油、爱痒，包括就是这种家人们不敢洗。洗个头下水管都给堵住的，包括地上头发天天扫来扫去扫不干净的，包括穿个黑色衣服肩膀两边下来跟雪花一样屑屑满天飞的、嗯、还有房贷车贷压力大聪明绝顶空了的，爱油的啊，毛毛躁躁干枯开叉打结的有没有，波叶白的有没有，如果说有没有家吗？有的打个有。如果说有这些情况的家们，这一款洗发水它里面是什么，它天天的是德国进口的，家人们，你看金钻黑松露的一个原材料、嗯、它能够看能拉丝是吧，拉丝就是里面是有黑松露的一个活性、嗯、我们都知道世界三大美食嘛、嗯、鹅肝黑松露鱼子酱，你像我跟我哥去西餐厅吃那个鱼子酱，吃那么一小口都是几千上万、嗯、因为以前我不理解怎么就这么贵，后来我懂了，因为它是大自然的馈赠，只是买来一斤80万，我们这个洗发水工厂一个月只能做出来100套，多一套都做不出来。你看它能拉丝，就是说能够深层次的去清洁头皮，滋养头皮，家人们、嗯、你的头皮健康了，头发健康了啊、嗯，
就是头发自然就像我一样这么柔这么顺这么长这么好看，是不是？对，而且这个洗发水好好是我专门放在香港沙龙国际头皮美容店给明星富婆名模富太太专门去做头皮清洁管理，洗一次都得100多。今天啥也不说了，这样吧，好的洗发水配好的发膜，然后你把我用的那个鱼子酱的发膜给我拿来。好的，来拿过来。家人们，这样子来，我不小气，一个洗发水一个发膜两瓶，这两瓶的话，阿子，这个洗发水全球购598一瓶，然后正好两瓶都不用单了，那个老单独去那个了，这样好的洗发水配好的护发素，来好马配好鞍，黄金搭档。今天这样吧，其他的不说了，感谢你们，这么多家们一直说要洗发水，因为你们一直支持我嘛，我都说了今天我只能拿出来130，请你们来助理来了，零元购，零元购，好的，走直接留言过吧。艾总不行啊，啊，平台有空间上不了啊，上不了。是的，平台有空间上不了。我只拿100单请他们都不行吗？上不了啊，有空间的。上不了。没错。那你这样吧，既然上不了的话，我就拿100单请他们。你这样拿我手机充券，来来来，我跟你说，家们，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得算数。我今天不管咋样，我说了请就是请。拿我手机充券，充完券智力是多少？我看一下。嗯。拿手机来充。好的。充一下智力是多少？下来我看一下。质地下来是99啊，艾总，99，没错。妈耶，连我的一瓶的成本都不够。是啊，家们这样子吧，一瓶的成本都不够。但是不说那些了，因为我今天说了，请你们就请你们。你这样子98都下不来是吧？没错。来，既然下不来，再拿一套。再拿一套。家们，既然价格下不来，我说了请就是请，虽然成本都不够，再拿一套来。这一套了是不是？哇塞！来，再拿一套，两套了是不是？嗯。四瓶了，99，对不对？没错啊。来，这四瓶给我做在一个链接里面，99。来，100单，家人们，今天1、2、3、4件东西99，就100单，我不加单不返场。听好了，不加单不返场，就100单，手放小黄车上面。来，3、2、1，上车。上好了，上车了，家人们，上车了，上车了。嗯，那么好的洗发水，家人们，我们每一家每户都要用，对不对？都去抢一单。嗯。已经上车了，家们啊！已经上车了。对，已经上车了，已经上车了。来，两瓶，太适合了，对，两个护发素啊，已经上车了。上车了没，家们？上车了没？上车了，上车了。不是有吹风机吗？家们，吹风机，吹风机不是，因为吹风机上一次为啥我给你们这个吹风机啊？吹风机的话呢是这样子，家们。吹风机上一次是因为我哥哥那一天第一次见到阿仔有点激动，然后这吹风机是他自己买的请的，然后这一次的话没有吹风机啊，因为这个吹风机我们要买，哥哥他们要吹风机，吹风机上一次是因为那天他们也有吹风机，所以呢家人们，那天吹风机是爱走他自己送给家人们的，知道吗？这是第一批吧。嗯，好不好啊？哎，最后适当了，抓紧走走。助理先订一批，再去订。好的，再订吗，哥？那个是德国进口的，哎。订吧，可以的。啊？好，拿过来吧。那你把吹风机拿过来吧。好的。哇！来，家人们看一下啊！哇，享福了，家人们。这个吹风机呢？是5字开头的，对不对？3位数啊、哦，三位数，因为它不便宜，是德国进口的蓝光嘛。因为我上一次是我哥哥第一次给阿紫就是郑重的表白，然后所以他就是说实话也舍得。这一次的话，你们都在要，我哥又说了，加。那哥你既然说的，那我就执行好不好？嗯、来，然后吹风机的话，你看蓝光的，德国进口的蓝光负离子吹风机，吹完头发很柔很顺，不炸毛，不伤害头发的毛鳞片，然后大几百一个，你们也知道这个质量很好，是我哥自己买的。那这样吧，刚才就是说抢到的这个每一位家们，来抢了一单给一个，抢了两单给两个，最后两单了。吹风机，因为我哥买的是德国进口的，所以它是售后有保证的，家们一年之内坏了只换不修，因为这个是高端的吹风机，好不好？哇，相当于今天到手一共是来两瓶洗发水。两瓶发膜，再加一个蓝光负离子吹风机，一共倒出来1、2、3、4、5，5件东西99，包邮到家。哇塞，家人们太好了，感谢他们俩兄妹俩，家人们。是的。开心不？开心，真的。你开心不？非常开心，家人们开心不？哥你开心不？开心呀。啊，我哥。今天最开心。我哥为什么开心？知道吗？因为你开心，只要你开心。我哥就开心，只要我哥开心，我为什么开心你知道吧？我就开心，为什么？
因为有你们俩这么好的朋友，然后又有家人们，能得到那么好的东西，所以我很开心。No, 你说错了，不是说两个人这么好的朋友，而是说有我这么好的朋友，有那么好的，也是我的好朋友，好哥哥。你等我说完。